旺哈农庄他们家出了一个这个手提装的，自己吃送人都可以哦，29.9块到手，这么一提，里面是有8根，然后你看到没？酵素玉米也是今年他们家新升级的，因为今年他们家就是用了那个酵素菌肥，所以说它是酵素玉米，品质更好。哇，特别香，玉米味老浓啊，而且他们家的玉米哦，你看一下，很嫩乎。东北黑土地种植今年的头茬玉米，真好吃，头茬玉米一定要吃，头茬玉米是最嫩最甜的，颗粒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他们家主打一个嫩黏糯甜。我现在咬东西都费劲，那里面全是口腔溃疡，老香了，这真的比咱去外边买要香得多。真空铝箔纸包装，蒸煮的时候不需要剪开袋子，直接上锅煮，20分钟就可以了。建议大家煮，煮比蒸的会更嫩。嘎嘎好，这个跟他们那个之前那个箱装的都是一样的哦。黄金粗粮、优质粗粮，主食代餐都可以，高膳食纤维。配料就是只有玉米哦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是1小时锁鲜的，老好了。